放心，那个娃娃功夫好，长得也好。来来来来，鼓掌鼓掌。墨染，韩光君听说特别不错。魏公子修为颇高，人又聪明。说实话，你娃也可谓才貌双全。晚上多休息。在下云梦江氏魏英，北唐墨染。听说乌苏的南二公子琴技精湛，你也认识。戏里戏外都是乐，日子也好过。怎么会是他？墨染用词不必勉强。怎么回事？不好了，错了，错了！好日子里出来，先休息。错也不算错，咱们瞧见姻缘说上了一波三折，来到家中。你另寻他处吧，走，王掌柜，赶紧走，掌柜，赶紧走，放手，全好启动，没事吧？没有。开怀疑，本王有要事。放声歌，人在一起心里热。没想到还是个小美人，失策。小哥哥，我请问这里是什么地方？白石，真是。我刚刚是说，我呢是第一次来到你们姑苏蓝氏，许多地方我确实不太熟悉。我知，所以特地前来告知，是听许的地方。哦，好歹同为仙门中罢了。小叔之事，还请夫人海涵。不用，本王有胜负。罢了，海涵。你自己说你不是我夫人，你天天受辱。你也说，我也说，他自称本王。王爷，你也不至于这么急着就要走呀。顺势把我也给带走吧。修炼，谁有时间陪你修炼呀？我自己要修炼，好吗？才一阵浸润水碎，频频作乱。王琴，一路小心。我走。什么时候回来？尽快。他这么喜欢你，留下来好不好？我们的情况有点特殊，萧叔不算数。魏无羡说：“我又不认识他，本王也不认识你。”叫美人风采动人，不见之胜为星辰。你在看谁？你回来了。千岁幽最新的画呢？哎，你干嘛？不适合你。我都说了不适合你，是你不相信我。接到命函，还请公子前往云深不知处。去，准备马车吧。谁？赶紧给韩光君发信号。
做事。没错，我就是云梦乡市桂英桂无限。王爷，药熬好了。继续你自己继续吧。还有的是今天落到你的手上，怎么处置随便你吧。我现在快莲花坞也行，就这样。那你以后娶媳妇儿怎么办？想知道说了算。在想什么？你这是做什么？我们看宏图霸业是正事，我看哄小美人高兴才算是正事。好了好了，千岁幽大人，你那些话本里的词儿啊，还是省省吧。你怎么来了？我觉得你就是千岁幽。其实我特别喜欢你的离恨楼，我这边得意之作啊，当年可是很风靡的。故园有风霜。不早了，走。若你如此，你可要逼我们同上云深谷之处。他带着我这么大的雷准，你会放心我在你家乱跑吗？这有什么大不了？明日拜访。闲得很啊，有大作品吗？羡慕本就是一个闲人。刚才是不是吃醋了？爸，是我吃醋不行吗？随便。你怎么了？自己想。啊！蓝湛，你等等我。我一会儿是叫你默然，还是说阿信？所幸我们还未成婚，所以特地前来解除婚约。这婚约已是不可儿戏，只是齐雄毕竟有心爱之人。叔父，我早知道他是为你。什么人？什么？自己人，下人。你人胸无大志，确实就像跟以后的媳妇儿啊做个出头的丫鬟。后悔吗？我知道了。什么？喝吐了是不是？啊，去哪？云梦。有虫子，你信吗？如果我说我想亲你，你要亲亲。